地震！地震！哦，那个金条，赶快，赶快！哦，还有那个私房钱，对对对，还有小孩的大学学费。地震了！地震了！你有没有感觉到？嗯，你在干嘛？有地震啊！你有没有感觉到啊？地震了！我有感觉啦！赶快走啦！你不要烦我了，我要工作。赶快，赶快，走了啦！哦，有瓦斯味！哦，没有瓦斯味！哦，嘿！地震！救命啊！我不要死了，太年轻了！这是地震吗？哦，在11楼跳下去温气，走楼梯嘛，也有可能被压死。我想我就待在这吧，楼层就算倒，11楼应该还好。哎，地震了！我知道了。啊？哎，地震了！青菜啦，青菜啦！我在忙啊。